一段咁樣。你欣欣睇下照，你可以 check 欣欣睇下。如果你要 check 得啦，咁啊 ，OK 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冇啦，其實係冇可能，你都開到魔神。不過而家真係已經真係，我懷疑啊，都為咗證實呢個係真嘅咧，我決定拆出嚟俾你檢查。都係唔信。OK， 搞過另一樣嘢啦。我哋呢個會令人怕醜嘅魔術，你會怕醜冇？屌我！哇，講得靚啊呢個，即係兩個波。係啊，我先將佢放佢之後，佢唔見咗我個波，得翻兩個。要食物，睇下烏啊，睇下要再放，唔見咗。所以你見到係一粒啊，可以變。點到？點到？所以借你嘅手，所以我先一粒喺你嘅手，一粒喺我手，明啊？先將你放之後，捉住你，睇我手啊！犀利喎，哇撈嘅 ！OK， 喂，咁啊，哇，出真功夫咗，睇嚟我出我啲真功夫咗。OK， 睇，誒，而家我數一到十啊，睇發生咩事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你知點做？你知道點做咩？睇到你的水都，真係使點樣手都唔夠眼快，真係犀利你。OK， 所以真係咯，咪將兩粒正水捉上嚟。OK， 又攞多粒出嚟。呢兩粒睇到冇？睇唔到啊？打睇下，打你手睇。今次真係有三粒。OK 啦。OK， 你係做邊一行嘅？啊，今日你哋個客制，即係個位個個都係老細。都老細計數最叻噶啦，睇下一二三，你個算術題先將兩粒放埋先，呢粒放埋，呢度放幾粒？好啦，一二三，好冇？大家將兩粒放左手，呢粒真係放左手，最尾攞放幾粒？兩粒，仍然係兩粒，唔係，仲係三粒。拉手，拉手，係啊，先將兩粒呢個放左，最尾度一粒。肯定我 ，Are you sure？ 啱佢就冇咗，誒我右手，係借你所嚟，我哋捉上去。所以個魔術係一個美好嘅夢想成真，係。所以你有你個願望啊嘛，啱冇？所以而家你諗你個願望，佢就變你愛嘅願望，個形狀走出嚟啦。OK， 你都成諗啲，諗下諗下。OK， 慢慢然後諗到咗，你啊，有啦有啦。然後你慢慢鬆開你嘅手。哦，係啊，Antoine，Antoine，希望你怕醜。